上班族临时调查36 A 公司东西回家。你曾经 A 公司的东西回家吗？小心变成灵异事翻版。人力银行昨天公布一项灵异事事件上班族意见调查，最常被 A 的东西是，哎，有水果，尝不到了。哎，票票，跟你说，这是我在公司茶水间发现新的茶包，英国的，还不错。它这个笔我觉得蛮好写的。有个调查发现，36的上班族曾经 A 走公司物品。哎，哎，那是我的饮料，哎，你偷喝啊？在1039名上班族的网络问卷中，有28.3%的上班族曾被关说东西包花钱、水果、礼券，其中拿过最多好处的，当然就是红包，占30.2%。另外问到对灵异事案看法，有95%的人认为有更高层介入，七成认为特侦组侦办进度不及格。虽然一支笔一个茶包不算啥，不过律师提醒，公器私用恐有侵占问题。用新闻，我的牛奶也曾被偷喝过，报道。